jadi.就是除了用语音控制以外，它也可以有这次就有，它也可以用按钮的来控制。就是我在 SDK 上面多加一些按钮，还有选项，然后就可以通过按钮去控制要用哪一个，然后它就会扫出我们见证的 IG。 追踪，对不起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有什么线上相关？真的，好笑，粉丝交易一下。